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咱个我伫这个时刻，每一摆来到你的圣殿，做伙来敬拜你。我的性命要经验主耶稣，你搁我的大对咱，也愿上帝帮助我每一日，拢有你的恩典，带领我行入每一个路障，帮助我亲近你，帮助我经验你的带领。我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咱搁一摆来到圣殿，做伙来敬拜上帝。邀请你会当把边仔兄弟姊妹，家己先安讲，真欢喜，甲你做伙来敬拜上帝。真欢喜，甲你做伙来敬拜上帝。真欢喜，甲你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我手中有一个新朋友的名单，就是李淑慧姐妹。咱拍拍来欢迎李淑慧。
有通个聚会以外，咱嘛真期待咱平常时咱去到每一个家庭，为着你个需要，为着你所徛起附近个家庭，为着因来祈祷。伫即个礼拜五，咱特别伫准备家己个家庭，啊来开始咱个家庭礼拜，期待咱会当踊跃参加。啊，下礼拜个家庭，咱会找着，如果你若愿意个，啊，会当甲牧师讲，啊，咱开始会当来安排即个家庭礼拜个时间表。特别咱有几个代祷个代志，啊，我阿公哦，我名字兄弟交互平台，啊，已经第三摆中风，啊，身躯较欠安，啊，伫祈祷中，咱嘛为着我名字兄弟来祈祷，啊，咱个同学蔡义运要伫五月二六号要来考即个美发证照，啊，咱嘛伫祈祷中为着伊来祈祷，啊，佮有蔡美琪姊妹，伫顶礼拜伊个啊婆婆啊，咱个何素华姊妹。在室内，还有看一个报告，啊，伫拄啊，啊，凌晨四点的时阵，已经平安来行善，伫祈祷中，也为着伊来祈祷。啊，佫有所以，即咱的曾淑清，即属的妈妈，啊，已经出院，伫厝里在休养，那么伫祈祷中，也为着伊关心，特别真欢喜，就是咱亲人长乐的孙怡，啊，咱的祥伟社会的后生，啊，前几工已经搬过，啊，咱嘛伫祈祷中，啊，为着。即个家庭参加来代祷，啊，期待咱伫互相关心、互相扶持个内面，佫较有主个鼓励，甲咱参加同在。伫今仔日，咱要伫个愿你平安即个题目，做伙参加来分享。伫主要所讲完了后，伊有显现，伊有讲三摆：愿你平安，愿你平安。来，咱来开咱手中个圣经，啊，伫个汉字本。新约一百三十一页的所在，第十九章就看见，安怎你若有一个人，你会当家己背一个一，吼，愿你平安。第十九章的后壁看，然后第二十一章的所在，二十一章的所在就看见愿你平安。然后第二十六章的所在第三个愿你平安。今日咱看见主耶稣复活了后，而且伊底的这个篇幅内底。连续讲三摆，愿你平安。咱看你平安，对基督徒来看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。当你在讲平安的时阵，咱会当叫这个人可能有一半、七成，伊是一个基督徒。对，只有基督徒才会讲平安，真做咱互相平安的话语。当你在讲平安的时阵，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寒暄、问候的话、请安的话，也是代表一个祝福，甚至是代表一个盼望、一个宣告的心，讲平安。平安的意思就讲愿你平安，同时也讲耶稣在你的心间有平安。所以当你在讲平安的时阵，咱不是轻彩讲，咱是一个宣告的心。啊，兄弟姊妹，甲咱所看见的人来讲平安，这个平安的归来对做未来，对伫耶稣伫咱的心内。所以咱看见有耶稣的同在就有平安。所以讲有耶稣的同在就有平安，有耶稣同在的所在就有平安。同时咱嘛看见耶稣伫伫我的心内，特别伫你的心内。耶稣伫我的心内，特别伫你的心内。所以，当你咧甲边仔个人，你甲伊讲平安的时阵，也是咧甲家己讲，耶稣的平安伫我的心内，也要将这个祝福、这个平安，放伫咱的兄弟姊妹的当中。所以，咱看见你咧讲平安，咱不是随便讲，咱是有一个真长的一个圣经的背景，对伫以色列的百姓、犹太人，就讲Shalom，Shalom是平安的意思。所以，咱看见。平安在咱的心内非常好，特别咱真期待这个平安是一个无事的平安。咱在讲无事的平安，时常咱在讲平安，有当时拄着代志，讲大事化作小事，小事化作无事，但是可能困难，可能代志永远拄着。今日咱所讲的平安是一个无事的平安。就是遐灾难、遐困难，拢无爱伫咱的心内来发生，所以咱求上帝、求主耶稣伫咱的心内同在，就是要带出一个归来。今仔日咱看伊这个三个愿力平安在内面，
咱要看见三个主题，第一项就是伫19、20、21个所在嘛。耶稣的学生看见主耶稣的伤口，看见伊钉的恩业，然后因的心喜乐。第二项咱看见，即个平安内面，伊领受着圣神。第三的平安，伊经验着耶稣。所以第一项咱看见，看见伤口就喜乐。第二领受圣神。第三经验主耶稣的同在。19、20个所在，咱看见。耶稣的学生看见这个伤口就欢喜就喜乐，特别咱看见伫19章开始咧描写天暗的时阵，这学生惊这犹太人，耶稣已经受定死伫十字架顶，每一个人都足惊伊嘛，惊了才会罗马兵丁要来掠其他的学生，伊也犹原要甲伊心换，所以心内真惊伊，门拢关巴巴，耶稣入去。耶稣要怎入去？耶稣无拍门，耶稣无拍门。大家就知影，耶稣安怎伫一个门关的所在伊入去，佮入去了后，伊将伊的伤口互遮先来看，甲遮先来请伊讲愿你平安。所以咱看见伫20章的所在，讲了遮个一用手协下，互伊的学生来看。咱知影耶稣要安怎来穿过，要怎弄过这个门槛，啊，搁互遮学生摸会着、看会着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代志。今仔日咱看见耶稣互伊的伤口，互学生来看，学生伊的心就欢喜，就平安。为什么伊的心会来平安呢？因为伊每一个人拢看见耶稣已经死去啊，已经伫墓内底，已经死去啊。佮今仔日佫一摆看见的时阵，在耶稣佫一摆来到因的心内，来到因的当中，是实在看会到的，毋是一个幻想。所以咱看见耶稣的确为着咱来牺牲，互咱伫惊吓中间变做喜乐。每一个人的心愿就是同款。在你困难当中，你敢有看见耶稣真正伫你的心内，真正活伫你的身躯边，亲像互学生看见一样，咱就要对忧愁惊吓变做喜乐。咱看见，有当时咱的兄弟姊妹患病，甚至手术的时阵，你敢会将你的伤口互别人，还是兄弟姊妹来看？有当时咱会开心脏，开脚头骨。开目睭，啊！有当时咱去探望的时阵，咱会惊在，会加其他的人，伊就讲：你看，啊，我开刀开遐尼长，哦，遐尼严重，感谢上帝恩典，佮留我的活命。啊，你看我开我的脚头骨，感谢上帝，拢予我一个平安。其实咱看见迄个伤口的时阵，毋是咧炫耀，毋是讲啊，你看我偌厉害。其实咱咧看见咱个伤口的时阵，咱是用感恩的心感谢上帝，互咱明白，伫迄个受伤，然后开刀，然后复原的过程中间，会当搁一摆来看见上帝恩典，也亲自经验着咱的身躯得到上帝完全的医治。所以有时啊，你会将你的伤口甲偏爱人来分享，其实咱分享的过程中间是看见上帝恩典，上帝。所以今仔日耶稣犹原将伊的伤口，予伊的学生来看，证明我就是定义是伊的迄位，毋是别位，毋是幻影，是真实看会到的耶稣。所以咱看见学生，看见耶稣的伤口，知影耶稣确实佮我，耶稣确实佮我伫咱的心内。今仔日咱看见两个经验着主耶稣的时阵，真重要的。咱嘛看见耶稣的伤口，耶稣的伤口伫咱的心内，成为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帮助。因为咱看见耶稣是为着咱付出代价来牺牲的。当你在祈祷的时阵，你感觉安尼来祈祷，想起耶稣的伤口，耶稣的殿门，耶稣为着咱所付出的一切，你会感觉安怎？我想你的心是非常沉重，是非常严肃，是用感恩的心感谢上帝，这个耶稣为着咱来牺牲。
有当时啊，咱若用耶稣的伤口，相佮来祈祷，咱会当来想，伫你的生命当中，有啥物人为着你来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？有啥物人时常为着你来祈祷，为着你的信仰继续来努力来有善行？咱看见耶稣帮助咱，真重要的一位，也是咱的老母。恁的老母时常为着咱来祈祷，为着咱付出恁的疼的一切。咱嘛看见一个大哥家，无论是你的朋友，也是教会兄弟姊妹，你会当伫祈祷当中来纪念，因为耶稣拣选这个好朋友，为着你所付出的一切，咱来感谢上帝。第二项，咱看见耶稣的心，看见耶稣了后，耶稣来做。愿恁平安，恁就来受信息。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的所在，咱二十一节咱来咱搁一摆来读。二十一节，愿恁平安，我找恁亲像父母找我。已经讲这话，就对因分期讲，恁受信息，恁写什么人会做就写去，留什么人会做就留底。咱看见。耶稣来到伊的当中，毋但是用感恩的心，予遮学生欢喜呾听，伊欲予伊有快乐，伊欲予伊有快乐。今日咱看见耶稣予咱平安，是带有快乐的平安，带有快乐的平安。这个平安就是透过圣神的同在，圣神的同在非常有方便，讲你下边甚物人会做，伊会做就下边。你留什么人的罪，伊的罪就留底。当然，伫头前，咱真容易，咱嘛真欢喜，会当原谅别人，赦免别人的罪。但是今仔日，你若看见一个人拄着做无好的代志，讲要将伊的罪留伫伊的心内的时阵，非常的困难，你敢讲会出嘴？所以今仔日咱看见，耶稣爱咱较无信心的工作，分一个开。看见上帝观点在咱当中，今日咱看见圣神的启示，不是照着咱家己的想法，是为着主来服侍，要带出观点。今日耶稣讲，你会当赦免人的罪，你会当饶别人的罪，不是你要做啥物事就做啥物事，是要看见圣神的启示，予咱用更加敬虔的心来服侍上帝。最近有看到一本册，写了非常好。伊个册名就是讲《圣神教导咱来讲道》，《圣神教导咱来讲道》。那是要讲无所谓讲道，就爱有圣神的规律，有圣神的罪纲。啊，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呢？是讲圣神开始啊，拢免准备，徛伫台仔顶，祈祷了后有光照伫无所谓房间内底，要讲啥就讲啥嘛，其实。这本册的描写，讲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。圣神的感动，圣神的启示，就是咱爱在咱服侍的工作里面留着空间，予上帝、予圣神来做工。但是做工的过程，不是讲就唔免准备。所以咱有听讲，咱的准备，咱准备七成，甚至五成，其他咱要留三成，留五。到三城、到五城的贵人，予圣神来工作。会记哩，教咱的中职，或者教会中职，同工伫咧分享的时阵，伊讲看见某一个长老徛伫台仔顶咧祈祷的时阵，就摕一张告示咧啊咧祈祷。讲安尼敢有圣神的感动？啊，就照这个祈祷文去读就好啊。啊，敢有圣神的感动？讲祈祷就爱有圣神的感动，启示。他是上帝祈祷，但是咱若照着这本册来看呢，其实上帝爱咱准备，毋是凊彩，毋是随便。所以咱看伊伫迄个祈祷过程中间有准备，上时咱嘛求圣神伫咱个心内来做工。所以这本册内面有分享着，到底讲圣神带领咱来祈祷，圣神带领咱来讲道，迄、那个工作到底是代表啥物？第一项。是讲要感动这个准备的人，看见上帝的话，当伊牧师，也是咱的中职同工，要准备服侍的时阵，爱有圣神的启示，感动咱，会当明白圣经所描写的话语，
第二项就是体会到上帝的启示。就讲咱咧看圣经，你有圣神的启示也好，无圣神的启示也好，当你咧看的过程中间就无同款。所以，当咱咧准备，咱有圣神照光伫咱的心内，予咱较明白上帝要甲咱讲的话，也透过咱的嘴会安怎来传达上帝的话。第三项就是咱讲的话会当感动人。圣神的工作就是要予咱的话语会当感动人。尊公，若是只有靠着家己的气力，咱无法度做啥物。第四项就是圣神做工。今仔日是牧师讲到讲啥物，毋是咱读圣经看啥物，真重要一项，就是圣神伫你的心内在做工的时阵，帮助你带出迄个特别的一个气力，在做工的过程中间，就要予人来悔改。这本册里面有描写五六项，然后就有四项做起来内容。所以当你在祈祷的时阵，当你在准备服侍的时阵，你有几个方向会当来准备。第一项咱做起来讲，感动看见上帝的话语，感动看见上帝的话语。第二项，感动体会上帝的启示，感动体会上帝的启示。第三项，传讲话语会当感动别人。同甘回忆，咱感动别人，就是信心同甘，互人悔改。信心同甘，互人悔改。今仔日，牧师有这个机会，来伫讲台来分享，咱的每一个忠心同甘，有机会去为人服侍的过程中间，毋是要互人看见咱家己，毋是互咱照着咱家己的想法来服侍，是爱有用谦卑的心来甲上帝面前。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是同款，咱家真细腻，咱家己所讲的话，因为今仔日圣神的气力已经充满伫你的手中，你要赦免人的罪，你要饶什么人的罪，迄、那个官兵伫你的手中。所以咱按时常讲出祝福的话，毋通讲出咒诅的话。啊，伫教务处咧，其他务处咧分享的当中，就是伫当讲教务处。在讲，讲啊，有一个牧师要离开一间教会的时阵，啊，因为唔是真欢喜，啊，就讲了一挂无好的话，即个无好的话，甚至是一个咒诅。啊，当这位新来的牧师来到这个教会的时阵，感觉时常有一点仔代志，拢无法度突破。伊唔无了解迄个无法度突破的原因是啥物，佫是知影，伊个顶一个牧师的迄个咒诅，即无好的话，一直藏伫只兄弟姊妹的心。所以咱求上帝来怜悯，将这旧作无好的话爱来化除，或者兄弟姊妹因的心会当搁一摆来拄着头发。今仔日咱每一个爸爸妈妈也好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好，咱都爱时常讲出祝福的话，唔通讲出迄个旧作，讲出迄个无好的话。当你讲出来时阵，讲祝福的话会成就，迄、那个无好的话相反有缘会成。所以咱爱特别来说伊，啊特别伫顶礼拜啊，牧师甲陈国清乐甲咱家己教会做者同工或者，拢去开总会，啊，即位就是咱新任的总会议长赵连成牧师，啊，伊伫一开始的一篇书内面就讲一个真重要的话，讲今仔日上帝愿意有这个机会，徛伫总会长老教会总会议长的位。特别咧主持这个总会的时阵，伊爱非常细腻，细腻啥物？细腻家己所讲的话。但咧有时咱徛伫这个领导者的头前的时阵，咱讲的话有时会掺杂着家己的想法，家己的无好的想法，结果变做一个无好的话的时阵，就带出一个伤害。所以一开始就甲家己变讲，啊，我是一个合法的人。求上帝帮助我，会当用谦卑的心来主持这个会议，特别用一个谨慎的言行，毋是照着家己的心思意念服侍，是照着圣神的规律来服侍。所以咱去一摆，等下到咱我所看的一段经文内底，啊，咱看见20节，啊，咱去一摆来读，讲恁受圣神，恁下什么人的罪就下去。饶什么人的罪，就饶地。所以咱看见每一个基督徒，比方咧带有这个观念，期待咱会当讲出较侪祝福的话，将这个期待。
来改变的话语，求圣神亲自甲咱来改变。第三项，咱看起，咱要敬仰耶稣，敬仰耶稣。第二十六节到十九节的所在，咱看见有真侪学生已经看见耶稣的话，伊的心得到超拔，心内非常的欢喜。搁有一名学生叫做罗马，伊拄仔无遇到，然后看听到这个代志的时阵，伊心内真焦急，甚至安尼讲，来当来看咱圣经。第二十五节的所在，道马就甲伊讲：我若无看见伊手中的钉的叶，无用我的枕头啊探伊钉的叶，无用我的手探伊的脚下，我不愿不信。今日道马是分开耶稣三冬迄个久的时间，竟然伊无相信，但讲伊的信心是细的吗？伊到底伊的心在想啥物？其实，咱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咱时常拢会批评讲，罗马伊信心不足，伊的信心真细。不过，咱看伊，伊要真亲切来敬仰主耶稣，亲切敬仰主耶稣。我一项开始就讲，耶稣伫迄个门关的所在安尼行入来，是应该是无肉体，是一个灵体。不过今仔日，耶稣要给罗马，给伊的手会当摸着。伊的脚下摸到伊的定位是非常真实的，所以咱看见耶稣是充满这个喜乐的，予咱真深刻来经验耶稣的同在。今仔日罗马无相信其他学生讲的话，因为伊是充满血气的，伊无受到圣神的感动，所以咱看见今仔日咱爱求圣神的同在，圣神最终伫咱的心内的时阵。特别打开咱属灵的眼界，唔通只用咱的肉眼，用咱的肉体来看代志。今日咱伫这个世界伫前进的时阵，唔是只有为着肉体伫前进，咱也为着这个世界、这个灵界伫前进。咱爱求上帝帮助咱，打开咱属灵的目睭。所以第二十七章，二十七章啊，咱会当看见耶稣甲罗马讲。讲唔通做唔信的，就爱做信的。当伊看见耶稣的同在时阵，伊的心爱非常确信。当伊看见经验到第二十八章，就安尼讲：讲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在你的信仰当中，你敢有经验到上帝？你敢有亲自摸到耶稣的伤口？耶稣已经搁我，耶稣已经搁我伫咱心内，将圣神收住伫咱个心内，咱也要亲像罗马同款，经验着主耶稣伫咱个心中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个心有平安无？你个心有平安无？你个心有平安无？主耶稣讲：愿你平安。当耶稣个学生看见伊个学生非常惊吓个过程中间。伊搁一摆将平安相处伫咱个心内，第二项咱嘛要做个看见，咱做个看见耶稣个伤口，耶稣个伤口，迄个伤口是付出痛个代价，咱要做个来经验伊，咱嘛要经验圣神个工作，圣神个开恩，咱伫即个祈祷个当中，咱做个来祈祷，咱啊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我要看见伊。的上头，我要经验着你的同在，因为你真正伫我的心内。主耶稣，求你来帮助我，予我搁较深刻经验着你的搁我，也予我来欢喜。伫我的生命当中，有侪侪为着我付出代价的兄弟姊妹，为着我会当来信主，为着我会当洗礼所付出的这些代价，主耶稣，求你来纪念。主耶稣，我要亲自。经验着你的同在，圣神的充满，圣神的工作，圣神的工作，不是照着我的心思意念，是要照着你的规律。主耶稣，求你来帮助我，让咱做个三个来祈祷。
着，我的心会怀疑，就亲像罗马同款，需要真心经验着主，真心望着主，我才要相信。主耶稣，求你来帮助我，让我会当更加亲近主你的话，让我经验着主你的圣魂，越变可闻的时，我会欢喜。主耶稣，你真正欢喜我的心内，让我会当做会欢喜。主耶稣，你为着我所付出的代价，所付出的一切，主耶稣，你已经将信心充满伫我每一个人的当中，伫每一个信你的人的心内。主耶稣，求你来帮助我，让我更加经验着主你的恩典。我会当去关心人，来祝福别人。有时阮的心会软弱，有时因为阮家己的需要，抵到阮的身体，有伤痛，有欢喜，主啊，求你来赦免阮，让阮会当每一摆看见你的阳光，充满伫阮的教会，伫阮的家庭中，伫阮每一个家己生活的时代。伫今礼拜就是搁偌济。主耶稣，活在我的心内，我要搁一摆来经验主你的力量，愿上帝帮助，愿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愿主耶稣的平安时常点在咱的心内，领受圣神为主参加来服侍。这是咱个聚会参加起日来念圣诗，圣诗184首。184首，上帝疼痛，哪会较大？上帝疼痛，哪会较大？